Mm hmm. 《年金义贯》一零三二，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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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请翻开冠《易观》一零三二，这一段是讲“交炉中性空有俱非”，解因次第六劫一亡。一零三二啊，那么在这个《楞严经》讲义啊，要是有点艰涩的人。 那么就再给一次的机会，啊，许多初学佛法或者是文学程度不够的人，都说啊，这本《易观》啊，白话，他们很受用。那么只要众生的受用，我们都不放弃任何一位众生，啊，所以我们这个白话文啊，虽然简单的浏览一遍呢、啊，也给我们非常深的啊印象。 同时呢，也弥补我们啊讲义里面呃不足的资料。今晚尔时世尊欲重宣此意，而说句言：真性有为空，缘生故如幻，无为无起灭，不时如空花。 言妄显诸真，妄真同二妄，由非真非真，云何见所见？中间勿失性，是故若交汝，结解,解同所因，甚凡无二路，如观交中性啊。 空有二俱非，迷会即污名，发明便解脱，解决因次第。六节一一亡，更选则圆通，入流成正觉。注释：真性有为空。 啊，真如自信所现之有为法，其根源为是空，是无为无起灭，无为法本来就没有起灭，以无为法是不生不灭的境界，又以无为法是以有为法而有故。 有为法既然是延伸如幻的，而无为法又是一有有为而说的，所以知道无为法实不生。所以真正的无为法是心气入毕竟空，如如不动，没有能所，还不能找，还不能找一个有为，不可以立一个无为，通通不行。 叫做真无为。阎王显诸真。之所以说有为诸法是虚妄者，是为了凸显无为法之真。比如说啊，你为什么是男人？因为他不是女人。你为什么是女人？因为啊，他不是男人。那是讲女为了衬托男，讲男又为了衬托女。 啊，这都是一种名相，啊，那么切入的真无为的解脱真实境，就没有妄和和真的东西，通通没有。所以妄真同恶妄啊，啊，若说真，若说实有妄与真呢、啊，则妄跟真呢、啊，二者那么通通叫做虚妄的，哎、啊。 有非真非真云何见所见？真性是绝代，有非可说是真或者是非真？如何还有能见之根以及所见之成？啊，中间无私性啊！既然内根外尘皆不可得，所以在根尘相接中间所产生的事，就更加无实体性可得。 就像师傅昨天呢，用这个拍手啊，来表达啊，左手是六根，我的右手就像六层，一拍产生声音，这声音表示四心分别啊。那么很明显的，六根是一他起，六层也是一他起，而六四心呢？ 仍然是借着根根尘产生的，也是一他起，啊，一拍产生一个一个声音，就比喻说事情分别的一念，啊，继续拍就继续有念头。简单讲，根尘的念头就从来没有停止过。那么根尘从来没有停止，简单讲，就是从来不了解真。 哎，不了悟真实性的东西啊！解解同所因呢、啊？解解啊，解福以解脱啊，所因就是所依，是凡夫之所结、所福啊，跟圣人之德解脱诸福啊，同是一一六根。现在就是会不会用功打结？ 也是根根尘所产生的问题，解开来也是根根尘彻底的放下。简单讲，万法回归当下，就就看你会有没有智慧啊。所以，我们从无量劫来被捆绑的死死的，正因为我们没有听到佛法啊。说佛法很难，也对。 但是悟了，说佛法很简单，也对，啊，因为悟了就没有什么难跟易了，啊，所以这一辈子的解脱啊，就看大家给不给一次机会，啊，如观焦中性啊，空有二俱非，焦就是焦炉，啊，你观察焦炉中之性啊，就知道空与有两者是都不对的。 啊，如果说有，那么中空没有实体；如果说空，但是呢，不能坏相，的如相宛然而有。所以佛法哈，就是要合乎理，也要合乎四相，合乎四相。啊，比如说师父要来要上来讲经，我一定先整容。 再来一定洗澡沐浴啊！我重法，对表示对佛陀的正法一个恭敬啊！我先沐浴啊！所以啊，虽然悟到诸法不可得，没有能所，但是做起事情来发自内心对佛的恭敬，因为这个楞严经是佛陀所所说，那么我又是一个。 啊，弘法者、说法者，理当自成恭敬的祈求佛陀加倍我，好好的把楞严经完成。所以我每一次讲经，一定通通是沐浴，不会没有沐浴就上台。啊，这个就是我们对自己的期许了啊,啊。若言其空，则如相宛然而有。简单讲，佛法僧这三。 三种啊，三宝。那么这三宝的相是不可以坏的，理不可得，是不能坏。所以知道空与有俱说不得。交如用于比喻，根与尘相依。所以师傅已经重复的用拍手来解释根尘相依中间所产生的四心分别是刹那生、刹那灭。所以说四心分别。 是浮现在如来藏性上面的一种表层，如果是吸气，就变成深沉。无量解来的习气，就就是就是沉的最深的地方。他一出生，他就夹带无量解来的业力跟习气，就很难去改过。纵然受到后天的教育，也只能扭转一些些，根本深处触及不到。 所有世间学问，大部分都是表象、观念、符号、知识，但深入生命的里程也只有佛法，最彻底的，也是佛法。所以，讲佛法是理性的宗教，这个表达还不足以表达佛法的伟大。应该说，佛法是生命的终极圆满。 这个才是真正的佛法的精髓。说佛法是理性的宗教，有一点说，嗯，来推荐、来赞叹，但真正的佛法是，什么是正法？佛法是让我们生命的终极圆满。我们之所以生命不圆满，是因为我们无名习气卡得太重。虽然有一个色身，保住了。 这个真心可是用不出来，用不出来。所以，我们色身内在生成的才是真实的生命，永恒的生命。这个肉身会烂会坏，可是法身不会跟着烂，不会跟着坏。这个才是我们要的。迷会记物名，说迷其为有。 或晦其为空，二者皆是无名，也就是若立空有两种之见，也就是迷与会。所以迷是指有，是迷有；会是指会空啊。那么这两个字啊，如果再加下去，就更清楚：迷有会空。哇，那一看就知道，凿有还有凿空，也就是劫福是为凡夫极堕生死法。 又，此意也就是知见立之是无明本啊！知见立知啊，在头上安头。所以知见前面两个知见是指清净心，清净心本来就具足有体用不二的功能，哎，叫做知见清净心的知见立志就不可以再安任何的执着、烦恼、分别、颠倒，或者是。 观念，啊就不可以，就让清净心发挥，就知见无见了所以我对生命无常的世间彻底没有意见，就是就不会头上安头。那么简单讲，我们看到一件事情，我们自己给它下一个观念跟定义，好坏是非，这个通通叫做头上安头。我们不懂得生命的本质是喜悦的。 而把这个喜悦的本质，把它搞得乌烟瘴气，好像一件事情一定要把它搞得很清楚，又觉得自己是对，那么硬要改变别人的观念，那这样子的话，不站在对方的立场上，完全这样想一想，你怎么可能会解脱？这永远是不可能的事情。这个世间最难的、最可怕的，就是观念变成一种强大的执着，而这个执着背后。 又是一种霸道，就是我叫你这样，你就是这样子啊。那么这个时间就会很辛苦，就会过得非常辛苦。所以你想过的痛苦的日子吗？很简单，你每天想要去改变别人，我就保证你活得痛不欲生。你把你自己的观念强加到别人的身上，你就一定会活得非常非常的累。 如果你碰到一件事情，你很能够了解说，说我并不想改变你，也没有必要去改变你。你活得辛苦，你自己去承担。所以有时候师傅一直讲说，啊，有时候学佛的人还是要学，守本真心，自私一点，你就明明没有这个能力。 就应当要守住这一颗本心、真心啊，所以这个知见立知啊，就是无明本。简单讲，不困难。如果你把绝代的东西化成能所，或者是是啊、非啊，对待的，有啊、无啊对待的，好啊、坏啊，对待的，啊像的难啊、难的、泥啊，对待的，那么你的苦就没有尽。 永远是生活在二元对立的观念里面。那么听到了佛法以后，猛然一醒，彻底放下，啊，你的生命就会变成无量的喜悦的心，无量喜悦的心。那有的人碰到，有时候碰到非常无知的人，那么就是精神病的，那就没办法了。这个道理不是讲得通的了。 所以啊，有时候你看了伊面尔来啊，有或者是信件来呀、啊，讲的很过火，嗯，我都跟他刮胡。这个人是要先看一下医生啊，要先看一下，也不是那个佛法已经没有办法解决他现在的问题，佛法解决正常人的问题，哎，正常人的问题。那么你这个已经病得很严重了，要先看一下医生。那么最难过业力最强的。 就叫做遗传，那么这个遗传就非常麻烦。遗传就是我们的 DNA 的键破坏了，也就是父母亲的键重新排列组合，这个键呢、啊、破坏了。啊，比如说你有隔代遗传，或者是这一辈子啊家里有严重的精神失常，严重的不是后天引起的、哦。 是有遗传，那这个会非常麻烦。这个孩子一出生看起来完全正常，到十五岁、到二十岁、二十五岁就完全病发，那个 DNA 的键破坏，完全没办法修复。那么这个就叫做非常悲哀的业力的问题，业力啊。所以啊，如果你有一个健康的身体，你应该感谢你的爸爸妈妈，同时感谢你自己无量劫来。 算是善事，还做的不少，做的不少，给你一个健康的身体啊、哦！底下说：发明便解脱，开发本明于空有，便得到解脱。诸位，空是观念，有还是概念？哎，如果是真的空，就是不可得；如果真正的有，也是不可得，体性不可得呗。 便得解脱。六节一一亡，六节比以六根一，所以一中一一真。六妄之结如果解开来，那么一真之名啊，一亡。以及无妄，何必力争呢？啊、呃，所以说，我们呢，六跟一呀、啊，数目字是相对的，有一才有六，有六才显一啊。 所以啊，当六没有了，不存在了，一当然也不存在。入流成正解，入流就是入文性之流，这里不是指出国阿罗汉虚陀洹的入流。一零三五，一冠，真如自信所现之有为法，其体本空，以其因缘而生故，有如幻化，无为法。 本无起无灭，以一有为而有故。若无有，如果没有有为，无为也是不存在的。所以无为法也不实如虚空花。故意无为法中，也是也无实法可得。如果见无少法可得，这个就是真无为。诸位，无有少法可得，就是诸法毕竟空。什么叫做无有少法可得？ 这一句话，你不要看了，囫囵吞的就过去，就是你心中听经文法，记得那个法是要让我们解脱的，不是让我们变成一种学问的执着，来自负、骄傲，变成我是佛学的大通家，你是无知，你什么都不懂。那这个。 就叫做有法可得啊，所以记得，真的入无妄，无有少法可得，就是赤裸裸的如来藏性真如法里面，绝对不动到一念的高低，也就是真正的体悟是法平等，无有高下。那么既然无有少法可得，那么里面哪有日月星辰，哪有山河大地？ 哪有鸟兽虫语哪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子相？所以佛法可以集中在少许的字句里面，便解决，便打开如来那个大门。无有少法可得，有少法可得，没办法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所以心记得放空，再放空，彻底的放空。啊，这句也是多余的。 那本来就空。底下之所以言有为是妄者，是为了凸显无为诸法是真。所以，若说实有妄或实有真，则此妄与真即同为二妄。真性本来绝代啊，没有能所，所以又非可说真或者是非真。 更因何时有能见之根？这根以所见之诚可得，根尘交接的中间所生的事，本来就没有实体性。刹那生，刹那灭，刹那生，刹那灭，动念就刹那生，刹那灭。啊，是故知道，啊，根尘二法有若交辱，不能各自独立而存在，所以无物自体，以无自体。 所以，虽现有二相，五十二体。凡夫之解福，以圣人之解脱，同于所应。成圣，啊，成凡，并无二路。据一六根呢、啊，如果六根解福，那么就是凡夫；六根解脱，那么就成圣人。因此，就看我们有没有志气，剩下的就是我们的志气啊，啊。 如果交流中心啊，则知即知空已有，二者俱非可得，迷其为有，以晦其为空，皆即是无名。开发本明，你空有，便得解脱。一解长解，要因次第啊，就是要按按照次第来。诸位，最后一念必须要顿悟，这十方三世一切佛。 只有顿悟佛，没有渐次佛。诸位，为什么叫做顿？就是叫做没有次第。顿最重要的，要显什么？显示圆满的生命。就像虚空，啊，虚空，你把它分东南、西、北方的虚空，那么这个是人为所定的方向，但是真正的虚空是绝代的。 我们的真如本性没有能所，犹如虚空一样，没有东南西北，所以永恒的真理是没有标签的，没有任何的啊时空的。因此，我们说要因次第来解，是从凡夫到成佛。但是禅宗啊，有的人。 一悟，极入如来地，为什么他就进入绝对了？哎，所以禅宗的心法就是最好的清凉药，一剂打得进去，气入我们的尊如本性，这辈子其他的解通通解开，啊，所以一解禅解要因次第。 要造次第，六望之节，既解，则一真之名已王，以记忆无望，何须立真？所修之根，须选择圆通之根，寻此根而入于文性之流，即得见性成正解。底下是开示研修之，研修之门。听闻。 陀那微细事啊，习气称瀑流，真非真，恐迷我常不开眼。自心其自心非幻成幻法，不取无非幻，非幻善不生，幻法银河力，是名妙莲花，金刚王宝觉，如幻三摩提，坛子超无学，此阿比达摩。 十方菩提凡一路涅盘门。就是通纳维系是通纳，全名叫做阿托纳，翻译成执或者是支持或者是植我啊。我们的色身呢，之所以这个由这个暖气一直处在没有变成冰冷，诸位就是第八意识。所以一个人重度的昏迷或植物人。 前六六世几乎没有在作用了，为什么还躺藏那边？哎、啊，因为还有第八意识没有走，因为它支持最后的，嗯，寿命。所以前身都冰冷了，那么第八意识就不存在了。所以在座诸位啊，当你去助念的时候，啊，你在助念的时候，哎，前身都冰冷了，有某些地方，哎，他手啊、脚还热热的。 要维温，所以这个时候还不要盖关。是为什么？师父一直坚持说，一定要至少至少要注念到啊，二十四小时，最好是四十八个小时。要看当时情况，冬天或者是夏天呢、啊。有时候我们会产生错觉，冬天的时候全身都冰冷了，是因为外在的天气。其实它的它的色身呢、啊，啊，某些地方啊。 还没有走，是因为外面太凉了，所以啊，他那边热不起来，手啊、脚也显得很冰冷。但事实上，神识还没有走，这个时候你就把它盖棺，就变成很可怕的梦魇了。啊，那么在国外有发生这种情形，啊，也就是说，棺材埋进去了。 埋进去了，结果呢？他那个盖子还没有封。后来这个人又活起来，又活起来，活起来的时候就出来了，大家看到他都吓一跳。所以现在的国外那个棺材哈，棺材旁边都有一个按钮。 按钮，也就是说，万一你在棺材再火起来的时候，可以按那个按钮，可以按那个按钮，也怕怕会再复活。有有的人会变成这样，所以如果你土葬下去，有的人我们把它用这样子躺着，我们的祖先呢、啊，啊，老捉骂起来，他是这样子，结果捡骨头的时候，那骨头翻过来。 就表示还没有往生，在里面还在挣扎，就又翻过来。对，当然是好几代的啦，哦啊，这样子不是我们后代的人，中国人常常注重这个慎终追远，慎终追远，就变成了啊,啊罪过的子孙呢、啊，他还没有神事还没有走，你就把它盖起来。所以这个是讲到第八意思。所以夏天。 体温跟冬天的体温是不一样的，因此你助念到四十八个小时，当然会很辛苦了，是比较保险了，比较保险。但是，一般人助念到四十八个小时，几乎没有几个人有这样的能耐或者是福报，除非你说你在文，今天在文殊讲堂，啊，又是参加助念团的，啊，而且或者是你对常住贡献。 良多，大家都认识你，那你也没有话讲。而且你平常跟人家都结善缘，没有结恶缘，那么你的灵命中能力特懂了因为有讲堂在嘛，啊，所以有的人居士很聪明，在讲堂的旁边呢，买了房子。 没是坤有哇，特懂为什么？他知道啊，这一条路一定要走的，每一个人的命中，而且要走的，真上演强大的力量，那么所以很聪明，很聪明啊！他平常就是很护法的。他有的人来哎呀，这个慧利法师帮我助念。”阿弥桑，万八你啊！ 那、啊、这，我这二十年来有没有参加过文殊讲堂的活动啊？怎么样？他说没有。哦，那没有就没办法了，是不是？你也没参加助念团、义工什么，通通没有发现，突然来叫讲堂，没办法了。这个是真的，这很现实的。法师只有几个、啊，是不是？这要出动法师啊，是多么谨慎庄严的事情啊！ 哦，那我们没办法应付前高雄市的人说来助念，我们就助念了，没有办法，啊，所以就跟他讲，蒙不瑟的，i m sorry，啊，那大概给两天到发多嘞，不法多，对不对哈？哎，有时候我们在讲这个英文呢，老老一辈的呀，英文跟中文的差有一点啊。 这个阿婆啊，到美国去，他也是这样，讲啊、哦，我到哪里哦？他们都给我要一瓶老虎油啦。你讲阿是人怎咪爱爱老虎油？伊讲，阮台湾哦，拢用万金油啦，你用个老虎油。伊讲，啊，大家拢搞特啊，爱老虎油啊，爱老虎油啊。 安尼啊，拢甲家阿阿哥讲，我,我用万金油、白灰油、靠阿、啊、用老虎油咧。伊讲你读较紧，你你我听啊。爱老虎油，爱老虎油，阿说毋是爱老虎油，啊，我要靠迄老虎油汤互你用咧。啊，逐个拢要甲我讨一罐，我靠遐济咧。吼 <laughs>、哦，这语言著是差真济咯。安尼欢迎了个真对党，爱老虎油无爱万金油啦。啊，所以这个语言上。 来沟通一下。以下啊，是因为阿托那士能持友情之身体，所以这个啊，这个支持士就是第八士的别名。哎，执我，因为阿托那士能支持友情的身体呀、啊，令之不坏啊，又能支持善恶业之势力啊，令不坏师。啊，所以以之为第八世之别名，以此世之形象甚。 啊，肾为生系，乃众生之本色，所以称之为维系式，反过来，一零三八，习气川破流，习气是指无名习气，以众生的习气种子形成业力，业力的势力啊，流入不断，所以能令众生的生死不断，而且其势力强大，犹如海洋底下的潮流，其力强大。 不可遏制，所以啊，你就知道，那个年轻人一谈恋爱，其力强大不可遏制，没有得到就杀掉他。你看最近发生多少次，都是因为你的要求分手，男的不分手，你看就杀掉他。到目前为止，最尤其是最近几天，所以人呢、啊，一感情一发挥啊，没有理性啊，拉不回来，不可遏制，就变成伤人。 以犹如悬崖之飞瀑，力量强大，如万马奔腾，莫之能御。所以，修习佛道是需要一股强大的克制力啊！真非真，孔明啊！我常不开眼。真是指阿陀那世之体，全真；非真是指阿陀那世所现之相，实非真，并非真相，而是寻月望现。诸位，寻月望现。 放线就是无量劫来，简单讲就是你银行存多少钱，你这辈子要享受多少的福德，就是就是寻业发现。你投胎成蚂蚁，你的活动空间就是蚂蚁的范畴。你今天投胎成一只猴子，行猴子的的业力去发现你生活的空间跟时间。如果你是一只鳄鱼，哎，那么你就有鳄鱼的生活。 如果你是一只老虎，那么一出生，你没看过是老虎吃菜的，哎，没有的。他一出生，他就是这样行业妄现，而且是妄现。因为为什么叫妄现？因为都是依他起性，依他起性就是空无自性。所以这个行业妄现，用一句最简单，就是你上辈子无量劫来，你的银行剩下多少钱？你这辈子出，啊，一出世，如果你欠债。 你就来还欠还债，你欠命你就必须还命，欠钱就必须还钱，所以八十田中就是无量无边种种业的银行，通通存在里面，看你要放什么进去，杀人放火没关系，你这辈子，哎，搞得轰轰烈烈，你下辈子行业望现或者是。 十辈子或者是一百辈子，那不一定。所以阿托那式的真非真，也就是所谓的真妄合合，但此真妄合合一词，以本经而言，实是假名，方便之词。因为以第一意义谛来说，真以妄实不合合。不但真以妄实不合合，合，连合合一法也不是真，亦非实际，实无合合。所谓合合者，只是因言妄现。 故若以第一谛言阿陀那氏乃至阿赖耶氏的所谓真妄合合，应当是相妄性真，其相虚妄，其性是真，这一句才是佛讲的。真妄合合是中国的祖师讲的，相妄性真是佛讲的。是故莫为其假象所迷惑，应直观、透视、照见其真性。 此也即所谓自见本性啊，也是《金刚经》所言：“离一切诸相，即名诸佛。空”孔明指如来恐怕凡小圣、凡小前圣之众一物生智，所以甚迷惑而支此阿陀那士为我，而即是有我。如此，则以如来的恶无我法。 人无我以及法无我相违背，反而不能见真性，且有因此将阿陀那识混同外道邪气的神我，所谓灵魂啊，或者是魂魄之余，于就是顾力了、啊。由于此等因缘，所以佛对浅机无知者，并不轻易开示维系的阿陀那识的道理，因为它太深了。 自心，其自心，众生以愚迷颠倒，而以自心之见分，其自心之相分。此处之“线是指第八视线，非幻成幻法，以由此迷惑妄取。啊，妄取就是说，以为有东西可以直取。啊，你看那个铁达尼号就是这样子，啊。 那个罗斯啊，跟那个男主角尼亚纳多、啊，哇，这个那男主角了不起啊！到最后啊，那个板子啊给他女朋友用，哎，给他女朋友用，他自己啊，太冷了。铁达尼破掉以后，他就沉入深海里面，啊，僵硬了，啊，再来。那么中国的话，《梁山伯与祝英台》，啊，梁山伯死了，这祝英台啊，在结婚的那一天呐、啊，啊。 人家要来娶亲呢、啊，他就穿那个祭服，类似校服啊，准备这些啊礼品呢、啊，来叫祭祀。后来啊，哎，当然这是电影了啊，那个坟墓就裂开来了，他就冲进去了，两个人呢就化成蝴蝶，成双成双。我说，我们就晓得那一种人类没有听到佛法对那个感情。 的一种执着，男女的一种执着，或者是分离那种心中那种痛，还不是一个大彻悟解脱的人能理解的。他几乎没有方法可以解开，因为心中那个是无形的绳子。那也也不是说靠安慰就有办法的。所以你从这个各个电影上来看，就知道那个有多么的难。那个心痛入心。 啊，心扉。这春蚕至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呃，对对，那种感情上的一种执着、痛，旁边的人没办法理解的，旁边的人没办法理解了。啊，所以当你的家人、你的小朋友长大成人了，在感情中的重创的时候啊。 哦，你千万不要，因为他已经走不出来，你做爸爸妈妈的，不要跟他讲说啊不，你可以试试也喝啊。你讲他就这里、个、可以结束也生命，不要这样子。来，爸爸妈妈也应该客观，因为你自己已经走过来了嘛。就孩子走不出来的时候，要告诉他，要告诉他没有关系，孩子每一种创伤都是一种成熟。 我能理解你的痛苦，但是你冷静一下，只要你不结束生命，你就会有希望。哦，慢慢的，一步一步引导，哦，这个就是很重要的，但是通常很难等你还没有引导完，已经着急在那老跳了，维护啊！所以碰到这个感拿你的感情，没有一点理性的人。 会做，一定会做出疯狂的举动。疯狂的举动，啊！自令本来非幻之法，也变成幻化不实之法。不其无非幻，不其就是不去找若自信不取取着，则见一切没有幻与非幻之二法差别，本是一真所现，难以实修。当中欲不取，心不圆，又。 不齐即不得，此不齐就是十二有之当中取之的还灭门，而以还而以圆顿法门当中，古德皆说是紧要的下手功夫，也就是解脱之本。盖不起能起之心，不起内外根尘，则真妄皆忘，无非患。意思是无患与非患，以不起故，则患与非患皆不利，患与非患。 变成名言而没有实体皆不相干，是名妙莲花。莲花亦真性，能出一污女而不受染，如众生虽受长劫的轮理一零四零，40, 然真性不失啊。所以一切众生毕竟成佛，乃至一切众生本来成佛，生死涅槃犹如做梦，这是《严洁经》里面讲的。 须故莲花就是代表众生的本具本质清净不可污染不可破坏的金刚佛性，也因此佛法以莲花为表征，也因此诸佛菩萨之相皆作啊或者是立大宝莲花之上，所以啊那个也是表法的，表示诸佛菩萨皆以此本具金刚佛性为立足点。 皆从此金刚佛性出身，皆住于此金刚佛性等义妙，就不可思议之意。以真性常结不动不灭，是然，而实不染，故名为妙。金刚王宝觉，金刚就是坚固不可破坏，能破一切，以此而代表般若之智，以或者是佛性，以般若之智能破一切无明烦恼，一切诸障，犹如金刚啊。 啊，以佛性不动坚固不可破坏，啊，故如金刚王就是至高最上至大之意。世间呢，当然是国王是最大了啊。宝觉就是真性。如患三摩提，三摩提就是三昧，啊，意为正定或者是定定会等词。 所谓定慧等持呢，其实是来自同一个本性，才有办法定慧等持。意思是定中有慧，慧中有定，啊，定慧是均等的。其实这句话更贴切，应该讲定如慧亦如啊，那这样就答案就出来了。你要讲定慧等持，那怎么样才叫做等持呢？是行者以般若自言如是观掉一切法皆悉如幻。 关一切法皆悉如幻，有什么好处？诸位，你要让他很痛苦的去执着，都不太可能，因为如幻嘛。所以失去的东西，你也不会觉得很可惜；，拥有的东西，你也不会想要去占有它。为什么？那、啊、是如幻的东西，不实在的。这样子话，你的日子就会完全彻底解脱。如是了悟疑其心不动，入于三昧，得无漏智，即名此三昧为如幻三昧。坛子超无邪。 坛子是一坛子，就是极短的时间内超无邪其境界，也就是超越阿罗汉之所证。有无邪在此代表二圣，此言在极短时间内就超越了二圣所行的境界。所以佛常开始，我们：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这个就是如幻三摩体。阿比达摩，阿比就是无比。 达摩就是法，何言无比法？以此法为从如来顶出生，所以这个法是最尊最贵，是名大佛顶法，也就是最圣顶法。所以我们楞严法又叫做阿毗达摩法，是无上法。破一切凡，啊，翻译成有德能破，能破无名世尊，啊。 然后尊贵，佛地经论说，菩提凡具有自在赤圣，盛、这光明呢、端严、名称啊，就文明称赞呢啊，那么吉祥、尊贵等六意，以多故意故异因而不异义。一路涅盘门，此为十方如来所共有的妙庄严路，这由此而直通无上大涅盘之门。 此经全世界为大开眼界，是物门；而我们这里所讲的是修门，而且是圆修。啊，圆修就能开开采圆满的清净自性，要圆修。哎，圆是对偏讲的，偏有偏空，叫做偏；而这里是圆，圆就是不偏空，不偏有，真为圆。 此处开始，元修是修门，第八卷成就元正就是正门。所以现在我们还在，还在修门。前面解门讲过了，悟门讲过了。哎，我们现在是修。意观阿陀那乃形象尤为深细之事，以为此事中所含的无名习气种子，心转本事。 因而成就了众生的生死业力的瀑流，此事其体前证，而其无名习气之相，乃是非真。恐无知之人迷其妄象为真，或者是迷真作妄。一零四二，故我以前小教众常不开眼，众生与愚迷颠倒，而以自心之见分，其自心之相分。 对这这句话的意思就是，整个山河大地、日夜星辰、整个宇宙，其实通通是你的心的宝库，没有一样东西不是如来藏性的东西啊。那么我们能起，所取不断，就落入了凡夫的妄见。 这自令本非幻之法，亦成幻妄之法。若以一切法皆不取，则一切法皆无幻，以非幻，幻以非幻皆悉不利。以非幻之法善且不生，无有起灭，何况幻法？云何而得利耶？如是度了一切幻以非幻，是名为不可思议的妙莲花金刚王宝觉真心妙门。 成就如幻三摩体，观一切法如幻，而其心不动；如是即得弹指前，而超越恶圣无邪之境。此为如来之阿比达摩，无比法，乃十方之菩提，凡佛世尊所共有之存一直到妙修行路，通达无上大涅盘，一切法本不生不灭之门。全论关于阿托那世。 法相中以之为第八世之别名，而地论中、社论中以及天台中皆以之为第七莫那世之别名。理论以为第七莫那是支持阿赖耶为自我，就是以的以第八意识的见分为自我，这称为称为第七意识。简单讲，就是第八意识加一个我值，加一个法值这个就是第七意识。 这第七莫那啊，指阿拉耶为自我，就是以第八世的见分为自我，看到的东西就就加上一个我，呃，这个就是第七意识。故以此为莫那世指别名。南极中门之能结经、本经能言经以及解生密经，则指阿陀那世，实在是指阿赖耶世而言。阿赖耶之意为我爱职场。 此至以阿陀那是指执意是相同的，至于莫那是指形象。这位很省思量，这个我们在讲过唯识险，通通讲过了。啊，很省思量，恒以我痴、我见、我慢、我爱等四种烦恼相应。所以师父为什么说你要研读楞严经，要有唯识的基础、白法的基础、大圣起信论的基础？没有这些基础。 楞严经听起来很累也很吃力，而且很省思量。以见爱吃慢吃这烦恼，已是属于比较表面的形相，乃至属于心所有法的范畴，所以并不以阿陀那及深系之形象相应。是故应以了一经而理解。 不应一不了意，所以易经而言，且已经震经。阿陀那世应是指第八世，而非其他。六以阿陀那世其实本是形象深息呀、啊，凡亦不易正解，所以如来才才常不开眼。而这句话在本经当中，以及在楞伽经以及解生命经当中，佛即作如是说：如果将阿陀那 当这是第七世，只有两种矛盾：一、第七世并非圣生维系呀、啊，啊，圣生系呀、啊，没有啊；二、关于第七意识，佛于前教中并没有常不开眼呐、啊，故可以知道阿托那斯不是莫那世的别名，而是指第八意识的维系式，我爱职场。以下。 讲晚尽世节啊，晚尽世劫节,节次第。经文：一是阿难及诸大众，闻佛如来无上慈悔，起业解陀，杂糅经营，妙理清澈，心目开朗，叹未曾有。一零四四，阿难合掌顶礼白佛：我今闻佛无则大悲，性净妙常。 真实法具，心犹未达；六级一王，疏解轮次。维持大慈，载明思慧，及以将来，是以法音洗涤成构。注释：企业切夺，杂糅经营。企业就是重重也就是经文的长行文、散文之后，再以印文把前面啊长行的要义重述一遍。 这重诵有两个作用一：一便于自己记诵、受持，因为宋体字数一定，范本的原文又有押韵，哎，有押韵呢，啊，就像我们呢平仄平平仄仄平仄仄平，就是就是这个。我们以前练的啊，诗啊、词啊、赋啊,啊，哎，有些人是有押韵，读来音调铿、啊、锵，易易诵。 二，让听法者再把如来所开演的经义重点复习一次。而且陀是故起诵，也就是诵文之前并无长行文来相应。有有一些诵文中所开演的意义，是在前面经文长行文中所没有的。这种诵文其形式上虽是重诵其业，而实质上却是故起诵。所以下文说的杂糅其意，就是指指。 此而言，以佛在上面的颂文中所开演的，虽然大部分是前面长行文中已说，但还有很多重点是长行文章中没有的。例如六界一一王那一段，或者是陀那微细事习气成瀑流自心其自心非幻成幻法是名妙莲花金刚王宝觉等，皆是这个都是故起颂啊，跟长前面长行文是没有的。 一零四五，晶莹剔透啊，犹如水晶。是如来的妙法句，其形式杂罗了企业与切陀，毫不死板，但其性质却都是一体晶莹剔透。心目开目开明，心目就是心眼，也就是道眼。心眼开明，就是见法清明，得到正解乃至圣解。诸位，这个正解跟圣解，就是修习佛道的。 起步，换句话说，宁可百年不开悟，不可一日走错路，就是这个道理。啊，你一滴一,一起步走错路，就一走一偏，一走一偏，一走一偏。你发射太空船，要达到另外一个星球，差那个零点零一的角度，你都到不了那个星球。所以发心一定要，虽然发菩提心。 就一定要发正等正解的心，哎，殊胜的啊，这个佛陀的正解一点都不能偏，这样子应该果海果彻因缘，按照如实佛所讲的，诸啊大菩萨所理解的正解圣解去做，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无遮遮就是遮限，无遮限就是无分别、无限制，止于。 布布施会中，对一切的圣凡、道俗、贵贱等一切人平等同施，不论你啊，或者是财师啊，或者是法师，皆然。这种布施法会即称为无遮法会。六节一王，疏解轮次。六就是六节一六根，一就是一经，一一正之名啊，王就是无。 在此是指无用、不需要。若六结已结，这一真之名也是无用。书就是解，论就是类。这个法门之种类，只为解开解缚的法门之种类，以及修行的次第，洗涤尘垢。尘就是沉淀，尘垢沉淀在本事中的维系无名业垢。为什么讲垢呢？哎，我们说暗藏在角落，很久没有清除，叫做垢。 一样的，我们内心的深处，从来就没有晒一晒，见光晒一晒。所以，我们的那个棉被啊，久了放在阴暗处啊，哎，要拿出来太阳晒一晒，打一打，拍一拍，比较不会有尘螨。在座诸位，勇于面对自己的缺点的人，就是把内心里面的尘螨拿出来晒晒一晒。你越掩饰自己的缺点，越隐瞒自己的无名。 你也没有办法解脱，所以如果有人说你坏话，或者是指引你、指导你、呵斥你，这个有时候反而是好事，因为自己的缺点看不清楚，啊，讲太多的好话来赞扬我们，而、哦、我们又没有那个实力，就变成腐蚀我们让我们产生错觉，以为我们真的有那么好，所以、啊。 万法唯心所造，就看你怎么样转这个念头，啊！所以真正有有功夫的人，善境、逆境、顺境、逆境，通通是善境。记得这师傅这句话：有智慧的人，顺境、逆境，通通叫做善境；没有智慧的人，顺境会腐蚀，逆境会发怒，通通叫做恶境。就看我们有没有智慧。 是存乎啊应用之妙，就存乎一心呐啊,啊，所以这个垢，有时候我们要面对我们的心底的深层的污垢，就是要勇敢的面对自己的缺点，沉淀在本世中的维系无名业垢，因为啊，至此已会大众啊，多数表面上的浮垢或者是已经除，而沉淀在心底的事故心相。 表面上以得清明，才能达到心目开明，但这只是心表的清明而已，而心底的尘垢、由症、厚实未除，仍待以无上般若大智方能造册。所以啊，古德说呀、啊，修行是点滴的功夫。 但圆满的悟佛道、究竟的佛道，却在最后那一刹那。换句话说：“你今天所累积的善根、福德，就是为了那一念大悟前做储备的资料。做筹备的资料。所有的福德、所有的善根，都集中在那一刹那，哇！” 原来我们的生命是如此的圆满，没有缺陷，所以圆满绝对不可能在向，这向一定是有对立的，有难舍的，有遗憾的，所以简单讲，在向上追求的人，到最后就会落得非常悲惨，非常悲惨啊！今晚，即使如来一世之作，正涅盘身。 敛身千里，揽七宝鸡引手一击，取皆不如天所奉花金于大众前，晚成一劫。是阿难言：此名何等？阿难大众即拜佛言：此名为劫。于是如来宛得花金，又成一劫。啊，重问阿难说：此名何等？是阿难大众又拜佛言：此一名劫。 如是轮次，碗碟花茎总成六劫，一一结成，就其手中所成之劫，此问阿难：此名何等？阿难大众亦复如是。次地求佛，此名为解。注释：涅盘生，啊，音译为尼夫谢那，或者是尼还生，啊，意为情。 十三支句一之一啊，这个是戒律里面的啊，就是就是比丘有哪一些啊啊坐具啊卧具啊啊衣啊钵啊啊在讲这一些的，这是十三呢支句一之一，是泥众无意中的下情而稍异。《意境，之南海寄归传内法传卷二载》啊卷二载云：“世不知书，以造情表意。” 啊，有些出家众的差别啊，示众就是在这个早裙的差别。那么在汉传就完全没有了。我们出去穿的是穿的是短褂啊、长褂啊，啊，这个是中国的出家人，哎，经过了改革，但是一看就知道是出家众啊。与佛在世也就完全不同了，服装也不同。 练身切里，练就收身切里大衣，也就是二十五条衣。此为如来整理内外衣啊。那么以前呢、啊，是一条一条，现在不是。现在、啊、我们那个红色的边边呢、啊，啊，几条几条的红边呢、啊，啊，框着红边的主师衣呀、啊，啊，其实就是一个线一个线的、啊。那以前佛陀当时在世的时候，布啊不容易得到，不布不容易得到，所以一块。 一块一块一块这样补起来，补起来，哎，跟我们现在的北传所批的这个红祖师衣是完全不一样啊！蓝七宝机，蓝就是引起，七宝机就是镶嵌有七宝的小桌子，哎，所以就是镶嵌。那么镶嵌就是填补空隙呀，啊。 银手一击，就银手就是伸手了。一零四八，劫波罗天，也就是夜摩天，又翻译成夜摩天、阎摩天或十分天。晚就是细，次地求佛，这个仇就是达。今晚佛告阿难：我出晚进，如名为劫；此地花金先是一条，第二、第三，银河乳潮，复名为劫。 阿难白佛言：“世尊，此宝的话气质成金，虽本一体，如我思为，如来一碗得一节明，若白碗成，终明白百节。何况此经只只有六节，终不自七，亦不停五。云何如来只喜初时第二、第三不明为节？”啊，这个文字都很简单。 蝶花金就宝蝶花，制成之金啊。那个气就是鸡，就是马，这个鸡就是马啊。以缕缝布之边，那就要公公敲破冰呀，嗯。戴官威的敲破冰呀，嗯。全论啊，金本一条，与心本是一。 第二、第三，银和乳潮复名为劫，如来之意为：既然以一心所成之根结，都赋予不同的名，如眼、耳、鼻、舌、身意、意等等，为何同一条华经的劫，你们却都给它同一名、同一个名，而不分别给予不同的名？这又进一步表示，金之六劫既同样是劫，身之六根节也应同样是根。 并无差别，然众生以无名而强作分别，所以令诸根有别，诸根既有别，则成不同。眼根就不是耳根，耳根就不是眼根了啊！则成不同，若不同，则不同矣。现在一修圆通，须先打破如是虚妄分别。复及楞严正脉说手五句稍以倒乱，又说我出晚经等二级音放在此段之首，这样文理才不到。 又说这是异写之物，延英老法师曾其说，笔者以为千闻。反过来，一零五年如是次第，应该没有错，我也是认为没有错。我的看法跟陈光法师是一样的，而且我出完经呢，如名为解，此叠花经先是一条，第二、第三银河乳潮复名为解，这两句字一词有深的甚深,深的含义，盖即深意一。 在修辞上用来强调二、呃，此蝶花间，先是一条，更用来点醒听者心本是一之意。第三，第二，第三云，银河鲁朝复明为节啊，为修辞当中的修辞问句。所谓修辞问句者，即是非问句，而是一种以问句来达到强调。 反奉的意思等等目的之句法，那么第二、第三乃至第六节，应不可以称再称为节，因为第一个已经称节了啊，因为这个节这个名称已经在第一晚经的时候用过了。那么照按照道理讲，第二、第三不应当当讲节咯。啊，就是强调啊，为什么你们还是讲节？正如六根当中第一个既已称为眼，其他就不能不可再称为眼了。如来用此事例。 看似平淡的问句而来，点不当机；另一其啊，另一其一，习焉不察，想当然而误可至一处而生一情。于是猛然觉醒，众生的希望分别，妄立名相，寻名取实之过妙。诸位，这十二个字就是一切众生的毛病：希望分别，妄立名相，寻名取实。所有的众生，通通是这个。 不管你的学历有多高，也就是《能严经》所明的相，明见到外面的妄象，在向上安、啊、那个明，就总种的言说、言说文字而产生妄想，相明妄想之非，而一念回流入于正智，如如，却如来之深意，不可不察，而以为而以为一家有过。 所以啊，我们就了解一切书生都是名字想，读书读的再再多，通通是相，通通是名，通通是妄想，通通是观念。所以诸佛妙理啊，无关文字，就是这个道理。它不是符号，也不是观念，找不得，取不得，嗯。但是可以用言文字方便说。一零五一。 底下六节虽意啊，一经所造。佛告阿难呢：此宝花金，奴织此金原子一条。哇，六碗时名为六节，名有六节。罗神观察，金体是同，音节有异。一意云何？出碗结成，名为第一罗是来自第六节身。无经欲将第六节名成第一佛。 不也，是尊。六级若存，是第六名，终非第一呀、啊。众我立身，尽其明辨，如何令是六级乱名？佛言如是。六级不同，寻故本因，一经所造，令其杂乱，终不得成。得如六根亦复如是，毕竟同宗，圣毕竟异。反过来一零五二注释。 金的体是同音节有异，金体本来是同一个，会不会因为打的结而令金体变变成了不一样呢？比心体本来是一，会不会因为有六根七个而令心之本体啊变成有异？是不会的啊，是无金意将第六节名成第一佛。 我现在如果想把最后打成的第六个结倒过来，把它称为第一个结，这样能成吗？众我立身尽其明辨，如何令十六节乱鸣如果第一就是第一，第六就是第六，怎么可能改变呢？如果要改变，众令我是很有口才的人，而且尽我这一辈子的功夫去辩说。 也不能够把第六节说成是第一节，并且令听者皆承认有道理。换言之，即使再有口才的人，也无法用狡辩术而真正将这六个节的次第以及名称全部都搅乱了。如是，这是佛应 k 阿难以上所说六节不同行故本因一经所造。这六个节啊，虽然啊不是同一个。 但是我们如果回顾其本因，就是本体咯，实只是一经所造，我在上面呢，所以应可阿难所说。但是阿难呢，一心只注意到结相之意，而没有注意到结体之同。这就是见相不见性。诸位，见相就有无量差别，见性就平等一如。所以我们之所以要得到。 佛的讲平等心是从哪一个角度讲？从性上讲的，从性上讲的，是事法平等无有高下，这是指我们人人的本性。如果在相上讲事法平等无有高下是什么意思？就是缘起无自性，诸相众相空无自性。所以，我们啊，就讲这个相。 是不可得，是四法平等，是站在这个相的体性本空，所以不生不灭。有两个角度讲，在向上的角度讲，当体即空，叫做四法住法位，世间相常住。我们看的是生灭相，佛看的是永恒相。因为相不可得，相不可得，哪有什么生灭不生灭的东西？相不可得，岂有生灭跟不生灭？所以佛性非常非无常，就是指相不可得。 有相，你才论无常；再论一个常。佛性它不是相，体性它不是相，所以在空无自性的这样的角度来说，叫做四法住法位世间相常住。简单讲，这个宇宙当中，都是地水火风空见识永恒的七大所构成的。七大即如来藏性。 周遍法界嘛，啊，我们看的是生灭相，是因为凑因缘凑合，内心妄动，所以这就就是生灭相。可是到佛的境界来讲的话，就没有这个东西，连生命也不存在，连不生命也不存在。它空无自性，就是绝对的如来藏性，在绝对的如来藏性，不论无常也不论常，所以在相体本空的这个角度来讲。 叫做是法住法位，世间相常住。如果在绝对的本体来讲，没有能所，但有能所即是虚论。这是站在性中来讲角度来讲，所以涅槃有两个角度来说：站在相的角度讲涅槃，相不可得；讲涅槃，讲站在性的角度来讲，它是绝对没有能所。站在这个角度讲无上大波涅槃。所以佛无论是相，无论是性。 都达到绝对的圆满，没有能所。所以，到这个地步，佛性非常非无常，非身非无身。讲身不对，讲无生还是不对、啊。这里没有任何的语言可以形容，用人类拙劣的语言没有办法形容佛陀的大波璃盘的心境，因为人类的语言太拙劣了，道不出。 佛陀的真意，唯有见性的人、大悟的人，用这个语言慢慢、慢慢的引导，慢慢的引导，慢慢的引导，让你找到目的地。就是这样子，所以大悟之人说法纵横自在，不会死在文字里面。啊，为什么？因为它是本性流露出来的法，不是语言文字里面的东西。 他可以左右逢源，啊，以一滴之水，就了解整个大海。底下，啊，所以啊啊，这个阿难呢，一心只注意到结相之意，而没有注意到解体之同，这就是见相不见性。然如来之意，在借着观察结相之意，而导引入解体是一。 但是阿难，这知见仍不及于此，令其杂乱，终不得成。虽然六劫是同一经所造，但法如是故，既成劫，再要任意乱其次第，也是不可得。则如六根亦复如是，毕竟同中生毕竟异，一心所成的六根与一经所成的六劫是一样的，在毕竟同的体中生出毕竟意之用。 用虽有别，而体仍旧是一，不会因用之多寡而改变其体体一之性。一观佛告阿难：此宝花金如此此经原来只是一条。当我是六完时，即名为有六个结。如现在审细观察一下，金体本来是同一个。 会不会因为打了结而令晶体有所差异呢？以如意云和最初的晚结成之时，名为第一节；如是乃至第六节生，无令若欲将最后的第六节之名首尾调换一下，而令之成为第一节，这样能成立否？ 不也，世尊，六劫若真的存在，是第六个成就的劫，其名终非第一，这个事实。纵然我经历多深，竭尽其一切巧言明辨，如何得令是六劫？啊，搅乱其名称其次第。佛言：如是，一点没错。六劫虽各自不同，然行故其本体之因实是一经所造，纵然是同一经题。 但欲令其诸结之名川，赤地变成杂乱无章，终不得成，则汝之六根亦复如是。啊！以毕竟同之体中，由于自心无名妄想之一缘残劫而生出毕竟相异之用。一零五五经文，底下讲六结一亡，若无诸结，就彼此劳见生狂花。经文。 我告阿难：汝必贤持六劫不成，愿药一成，复因何得？阿难言：此劫若存，是非风起；于众自生，此劫非彼，彼劫非此。如来今日若中解除啊，劫若不生，则无彼此，善不明一六云何成？佛言：六即一亡，亦复如是，犹如无始心性狂乱。 知见妄发，发妄不息，劳见发成，如劳木精，则有狂花，以战精明，无因乱其一切山河，一一切世间山河大地生死涅槃，皆即狂劳颠倒花相。一零五六。注释：奴婢贤之六节不成，贤就是闲恶，讨厌不喜欢。六节不成，希望。 六劫不成，此位你如果实在不喜欢这六劫，而希望他们不成就、不存在的话，愿乐一成也可以念愿药一成啊，以一经而愿意喜欢原来的一经，仍然能得恢复成就。此比你若真，你如果是实在愿你根结。 而以常一心清净解脱，是非风起，是与非之争论如刀锋而起，以如是之争论能伤人，尤其是能伤人之会命，所以比作如刀锋。在在座诸位啊，所以我们人类活在这个是非圈子里面，就一定会伤害到。我们一定要远离是非，这个人是非很多，你一定要远离啊！呃、啊。 本身也不可以做一个是非的罪人，为什么是非风起呀、啊，就会伤人？这佛经也是这样讲啊。若总解除啊，总就是完全这些结，如果全都解除了，啊结若不生，则无彼此六结；如果解除，则无无解存在，不存在就是不生。如是则无彼，以此的位置次第以名相，上不名一六银河成？ 如果连一金之名尚不可得，则六劫之名因何得以成立呢？一贯一零五七，佛告阿难：得若必嫌恶，此六劫各异之状态，不易其成立，而厌乐原来的一金，仍还原成无格之一体。此事复因何而可得成就呢？阿难言：此诸劫若存在。 则是以非之争论，必然如刀锋，而其意志上伤人。你诸劫中必自生起，此劫非彼劫，彼劫非此劫之争论。如来，你今日若总解除诸劫，因而劫若不复生存，则无彼此之位置、次第以及名相。如是，则善不得名一经，更何况六劫之名，因何得逞？ 佛言：“我所说的六级一往，亦复如是。犹如自无始以来，以心性狂乱，故心性狂乱就是重点。啊，这个就是生相无灭，莫名其妙，心就发狂，起无名狂，就是啊。所以我们莫名其妙会起贪，莫名其妙会起大的嗔恨心，莫名其妙会起一次心。” 就是心性狂乱的缘故，也因而希望之之见妄发啊，不是佛的真见呢，是妄见之见啊，妄发如是发生之虚妄之见，是无始来不曾止息，因而成为老见啊，能见而发为妄尘，所见相分，这就是如果老木经成为渐病，则妄见有狂乱纷乱之空花相出现。 于湛南精明之主体上，比等空花由是无因而乱起乱灭。一零五八就是这样子。一切有情以无情世间，包括无情器世间的山河大地是沉住坏空，及有情众生世间之生死与涅槃，十法界一切染净诸法，皆即是狂心劳病所见之颠倒空花之相。 底下是结结，须从结心，经文说阿难言：“是老同结因何解除？”如来以手将所结间，偏牵其左，问阿难言：“如是结佛，不也世尊、哎？”他这里念那个佛，我认为那个佛也世尊，我认为这个不好念，不好念。这一句。 我都是念不也世尊啊！你起不起咒乱。啊？如是劫佛不也世尊啊！你做喝尚啊？对不对？啊！你也堂子如是劫佛佛也世尊，嗯，怪怪。所以我不爱读伊的，我读我哎，你你不觉我刚刚我爱看和尚，对不对啊？哎，如是劫佛不也世尊，哇、哦，铿锵有力啊，铿锵有力，对不对？呃、啊，如是劫佛佛也世尊，嗯，怪怪的。 贤父以手偏牵右边，又问阿难：如是解佛，不也是尊？佛告阿难：无今以手左右各牵，竟不能解。如是方便，云何解成？阿难白佛：佛言：世尊当以结心解其分散。佛告阿难：如是如是啊！啊，若以解除啊，当以结心。注释：偏牵其左，牵就是拉啊，扯。 把有结的筋呢向左边一拉，左边比有，拉到左边比以反复以无名力强制，真性令多已有，且执走一持有，所以长轮生死不得解脱。是故把筋呢往左边拉扯，不但不能解开根结，结果只有令结缚得更紧而已。偏牵。 右边，右边与左边之有相对，也就是空，亦二圣之空自依涅盘，故也不能解九界之根根解而正圆通。左右比以空有二边，皆成边界，诸位，这个边界不是外道的断界那个边界。啊，我们这个这个见识货里面有啊边界是指断界跟长界，这里的边界不是，是指空有两边的意思。 所以空有二季二季非啊，以皆为一，如来中道正见啊。诸位在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说，宁可不修行啊，宁可百年呢、啊、不修行，不可一日走错路。宁可百年不开悟，不可一日一日走错路。这个就是这样。如果没有佛来指导我们，我们用什么方法都解不开这个心结，因为不懂法。 所以就想尽办法要解，那一来就越奇怪，然后给这个不叫做善知识的，应该讲是邪恶的知识，也用种种的神通啊、稀奇古怪的东西蛊惑、迷惑，掉进那个邪剑坑道里面，一辈子都跳不出来。所以想要修行的人是很幸运，可是掉进去恶之剑、邪剑的坑洞里面，确实。 生命中的最大不幸，他一心想向佛，本来有机会解脱，可是因为没有碰到好的师傅，没有碰到好的真上缘，情净眼英年没有办法启动起来，越走越偏，而且是执着自己对的，而且也会攻击别人，也会攻击别人，啊，所以有一次啊。 一个打电话来，因为他听某某法师的，然后就是说啊，这慧律法师讲的法哈、哦，我们准备把它串联起来，全部把它用火全部把它烧掉，哎，包括讲楞严经也要把我烧掉，那你就知道他讲的是很认真的，他听了那个法师的就。 就锁住那个地方，不容许其他的法师有跟这个法师的意见、看法有一点点弹性的空间是不允许的。他当他认为这个是真正的法的时候，死之不放的时候，其他的法师的法一律不看。呃、看啊，你你想想看呢，对不对？在座诸位，听师傅的法，我一直叫你。 告诉大家，一定要尊重每一个夫弟子，无论出家在家，学佛就是学习尊重。可是他不是，他的心就是像打劫一样，我就是非要这样不行。其他的通通列为恶见邪见，那种态度是非常激烈的。那种人类的对某一种。 向上的一种执着，或者是某一种认同的时候，他几乎解不开。这个叫做法上的一种执着。那我们也很了解他的立场，因为他修了，就是这句佛号啊，也了也能理解了他为什么这么激烈了啊？为什么这么激烈啊？但是我们因为他是众生。 我们给众生就是一个原谅，一个宽宽恕。纵然他把我讲的光盘通通烧掉，我也不会生气。啊，你做的因果你自己负责，所以你就知道，不是所有的人都认同师傅所讲的法。啊，哦，我们也尊重别人，所以听师傅的法有个好处。 你会尊重所有的法师，尊重所有的机士的修行法门，你也会尊重任何一个道场的道风。每一个道道场都有自己的道风跟依据吧。你也会尊重每一个宗派，你尊重南传，尊重北传，尊重藏传的法师。为什么？因为我们都是同一个释迦牟尼佛的弟子，所以我就跟他们讲，一根指头是很容易折断的。 五根指头联合起来，就会形成致命的拳头，对不对？口径，佛弟子出家在家要团结，口径一致向外嘛？不是，他那个炮火是向内的，而且是居士啊。居士敢向师父讲这样子，你就知道那个中毒有多深。没没办法的，没有能力的。 啊！所以解脱有时候我们就讲，师父讲，有时候我们人要学自私一点啊！我没有能力去改变你啊！我解脱我个人个人做，个人负因果，就是释迦牟尼佛来也是，释迦牟尼佛当时在世，你看看是多么了不起的世尊，他、啊、也是没办法去改变九十六种外道。以释迦牟尼佛的例子来看，我们今天的立场。 我们就不会觉得心里有委屈，或者是有压力，或者是有难过，或者是怎么样，没有关系的。啊，释迦牟尼佛当时在世，从有佛出世以来，复活外道，包括外道就不曾间断过，更遑论今天两千五百年后的台湾，这个时代的佛教这么衰微。 正圣果的少，正量的少，能够吃一点苦头，像师父这样吃一点苦头，有一点经教基础，心性有一点少许的体悟，这个还派得上用场，还算不错了，对不对？因为我们离佛是太遥远的，你有哪有办法去自诸外道？我们真的没有这个能耐，只能说我尽力的。 把佛陀的思想、正法传达到每一个有缘的众生。关于没有缘的众生，我们没办法度。关于伤害师傅的、诽谤我们的啊，师傅的，我们给一个宽恕跟原谅，因为他是同样同体，是大悲，他也是未来佛，未来佛。 啊，我们也不能说他一定不对，站在他的立场，也许他在护持正法。我攻击你，我是护持正法，还是其实是护持那那个法师了？啊，我看了这个事件，看得透了。所以在佛门三四十年，什么逆境啊，什么顺境啊，什么赞叹啊，什么回谤，没听过。所以大风大浪。 就可以造就一个良好的水手，我为现准呐，为现准呐，哎，对。这个就讲啊，我们就去了解说，你看，连在里面的目中，你会觉得，师父为法为众生讲的，这这完全正法，还有人要烧掉佛法，有就是有，可怕吗？可怕的，就致敬。 非常可怕的，好，那你烧啊，你弄严经这个这本不是佛讲的吗？那你烧、啊，延印法师在那那那里烧啊，弄严咒那里烧啊，那你们会觉得世界上有这种人，就是有，哎，你律讲，哦，是破烂主啊，金金金金，哇，这、哦、没有听师傅讲，不知道有这种事情发生，哦，花生啊，花生。 这些特大的艺术啊,啊，啊！当当你经过了百般的挫折，你就会变成一个勇者。当我们坚持我们的理念，就没有敌人，哎，就没有敌人。今天的、啊、那个那个电脑的高手来了，他说：“哦，威廉佛斯，你知道吗？” 你那个网站呢、啊？德国也那里面输入有德国的，有英国的，有法国、意大利的，有美国的。哎，你看看，德不顾必有邻呐、啊哎。那你还是真的不错，这点就很安慰。我们真的发心在做事情，也得到了广大的回响跟认同。哎，所以说我们还是做我们该做的工作。我也不会因为这样子一点点挫折。 就产生了，啊，退失菩提心不会的。一零六零，都是方便，因何解成？你想看看用什么方法，才可以把这结给解开？这就是所谓的观机斗教，佛不知说，而令阿难自失自解。当以结心解及分散心。 指问题之所在，此言应当在结心之处，只要一结，此结也就分散了，一寒，不用左右迁来迁去，做一些不相干的动作。若不直功，问题的症结所在，怎能解得开？若职工问题之症结，当下即解。所以这个当一结心，也就是隐含了直指人心之意。须知阿难乃大千世界。 而且在不久的将来，便少如来正法眼藏为中门之二祖，所以讲起来，阿难也是我的师父。我们是叫禅宗呀、啊，啊，他是二祖。故言外意即是影射中门圣地法门，由以自知。又解从结心也是表远离左右两边的中道。 正见十意之修法，不作左拉右扯，二胜凡夫之空有无义之恨，知其中道了义之处。一贯阿难问言：此由老病所见的空花相同，内心之根皆因何可得解除？于是如来一手将所结之金。 偏牵拉以其左边，而问阿难言：“如是能解解佛，不也？”世尊阿难答言：“一零六一第二行，如来闲复一手偏牵右结之筋，以佛自己的右边。于是又问阿难：‘如是能解诸解佛，不也？’世尊阿难又答：佛告阿难。” 无尽一手向左右两边各牵拉此金，竟不能解诸结。如解设一方便，看银河能解开？啊，看银河能令解结之事成就？阿难白佛言：“世尊，若欲解结，应当一结之中心一结，结结即便分散了、啊。”佛告阿难：“如是如是，一点也不错。” 若欲解除诸结，应当于结心上动手解除。前论，有人也许会问说：要解经上之结，当然是要直接在结上动手，这还用问吗？而且这么明显的问题，佛为何把一条手筋左右牵来牵去？这很明显难，并非解开啊结服之方法。 只有越扯越紧了、啊，而如来为何这么做呢？越扯越紧，注意，这个就是众生。众生想要修行，但是越扯越紧，心肝怕如桃，怕如短，就就是刚刚师傅所举的那个居士，他也认真在念佛修行啊，但是有不同的看法，就完全攻击呀、啊，要烧毁啊！你看这个心就越扯越紧了、啊，这个不是佛法。 哪一个佛弟子说要把楞严经烧掉的？嗯，听都没听过。呃，如来为何这么做？当知佛以经为例的时候，是把问题简化，且就近取辟啊，令我们一看就明了什么是解结之方，而什么不是解结之方。这也是如来深入浅出的教授法。 这以金结为例，浅显明白；但若用在众生自身的根结上，可可就不是那么单纯明显的。除非是得了无漏道眼之人，或已得法眼慧眼之大菩萨，其他一切凡夫外道二圣，并不能一眼就看出那样做那样修究竟对不对，能不能究竟解除九界之根结？而佛大慈大智。 是如是方便，让我们一看马上就明白。啊，左牵右扯，啊，偏左偏右，多空只有，不只是白费精力，而且把结越扯越紧了。所以，在座诸位，修行越修越烦恼，就是表示你走走的路越错。修行还有那种攻击别人的心态，还有不满别人，那么就表示你的心没有自我降服。所以。 这个想要修行的人，越扯就越紧，心就越捆死。记得你，你你走错路了，要冷静一下，再找一个善大善知识，好好的来解开。如果你修行看到的法，每次看每次法喜，每次看每次喜悦，每次看每次解脱一点点，这就表示你走对路了。哎，你走对路了。 所以知道啊，凡夫二身之堕空之有之种种修行，实在是错用心、虚费功夫，不能解除九法界二死分断生死，便以生死之根结。所以知道佛智实不可思议，能以如此平时简单的事例，而来解说开发世界上第一等困难、淫秽难了的问题，另有至众生，啊，一望即得比量之之见。 因得心开不解，所以知道佛之为无上士，调御丈夫者，诚然不谬也。底下解心在根啊，根解若除啊，丞相自灭。经文：阿难，我说佛法从因缘生，非起世间和合出相。如来发明事出世法，知其本因，随所原出？如是乃至横沙界外。 一滴之雨，一枝桃树。现前种种，松枝汲取湖白，无玄皆了缘由。是故阿难，如呃，虽如心中选择六根，根结若除，成相自灭，诸妄消亡，不增何待？就是我说佛法，指我以上所说的从根解除而达到圆满，以至成佛的法门。 从因缘生，这个因缘是指最圣上的因缘，是如来自证的如来密因的因缘，而非凡小所结的因缘。一零六四，非其世间合合出相，如来之最圣上密因，以此法中然乃不起着世间的任何合合的粗劣之相。以合合就是无常，无常即有生灭，然如来法为你生灭心而修。 不得以生灭心而修，若以和合生灭之心或法而修，则所得之法也是无常啊，生灭。所以知道和合之法是出力之相，但是如来之法为一湛难精明之性，所以要依性而修，不要依相而修。诸位要了解这个，缘起法还是出相啊，湛然精明之体才是啊，啊，所以其法为至精纯圣上啊。 有二圣所意粗列和合之法，因为二圣是了解缘起法嘛，皆是二法啊。如一空破有，一净破然，然如来之法是以令体入本质庄严，非空非有，本质清净，不可污染，究竟离离,离真，远离二法，离真。这个是功夫，没有是非就离真，没有对错就离真。 没有空有就离真，没有人所，就离真。所谓这个离真就是功夫。你跟你跟朋友吵架，就表示你的离真功夫还不够，不够到家。你讲啊，那个人实在是可怜可恶，我不我不插他，他一直插我，哎，还是远离。你众生就是这样子，有时候没办法远离啊，是不是？ 有时候夫妻之间怎么远离啊？孩子都生了三个了，变成厌偶了，那你你怎么远离啊？啊，所以有时候很无奈。我们出家人讲啊，是出家人的事啊，我们可以离真啊你我无上关系，我现在不跟你多这样。对不对啊？那就是我们出家人讲是这样，很方便。你在家居是不一样啊，孩子都三三四个了，夫妻之间吵到啊，对不对？所以人家有一句话说。 夫妻之间爱起来如胶似漆，夫妻吵起来惊天动地。<laughs> 爱起来如胶似漆啊，吵起来惊天动地呀、啊。嗯，而是真的是这样子哦。所以这个离真，是是指你的立场有办法的啊。那么在家机事就会很难了啊,啊。远离二法，离一切戏论，以一切戏论皆是出象。 为众生之间之本，如来发明是出世法，知其本因，随所言出，如来以自觉上智而开发明了世间以及处世间一切诸法，皆了知其本起之因。此此即如来藏为一切法之究竟本因。这众生呢，依此本因而各随。 其所欲之缘，出生十界一正，染净一切法，一地之雨，一直投诉甚至一滴雨水，如来之智也能切知其中有多少小雨滴组成，因为如来已得正片之解，如实了知众生以何一年而可得多少雨水之滋润。我比较认同下面这一句，啊，这我认为这一句是表法的，啊。 那我也很厉害啊，对不对？一地之蚁啊，那无量外外无量三千三千大千世界外所下的仪，我慧律法师也知道啊，多少仪，不是奇数就是偶数啊。们些金融上，摩得利希啦啊，我也知道他，<laughs> 对不对？那用猜的也猜的，不是奇数就是偶数，也一直投诉啊。 一零六五啊，松子、极渠、胡白、乌闲，极就是荆棘，湖就是天耳，体长三尺余，形状跟鹤相似啊的颈长，上面的嘴有黄赤色,色之流，前体是白色的，乌就是乌鸦，闲就是黑。其谓松树以和阴阳而挺直，荆棘以和阴阳而弯曲，胡以和啊一。 何何以生来就是白色，而乌鸦何以生来就是黑色。皆了言有，罗是等一切医正之法，如来皆了起言有。根结若除，成相自灭。根就是能取，臣就是索取。能取之六根，这残结若解除，则所取之臣自然不生。啊，诸妄消亡，不整何待？诸妄。 啊！指人所诸望，人所诸望，积极消亡，则不正真，更何待？此即是妄效真显陋事也。一观阿难，我以上所说的从根解除而达到圆通，乃至成佛之法，是以从最圣上之因缘、本源心地而生。然此圣因缘，非同凡小。 起着世间虚妄和合而生之粗劣之相，此乃如来以自觉甚至开发明了世间以及出世间一切法了之其究竟本起之因，这是如来藏。所以这个如来藏有有无量的种子，种子会起现行，现行有新种子。哎，所以众生所依之言，而现出十法界，一证一切。 分其之相，哎、嗯，以佛之正片之节普知十法界一切总别之相，如是乃至即使是恒河沙数的世界之外的处所，其一地之雨水，诸佛如来以其智也能如实切知其投宿。第一数，以佛如实能知彼世界。 众生以何因缘而得受用？多少雨水的滋润故。又、哦、如来之智也对，对现前种种医正之相，皆系了知其因缘。例如松树以何因缘而得挺直？荆棘以何因缘而弯曲？狐何以生来即白？而乌鸦何以生来即嫌黑？如来以如是诸法，皆了其缘由。 是故阿难，你已经一修无上菩提而大佛之境界，即应随入心性之中所见而选择六根中之一圆通根去修。待你修到能起之根皆若得解除，则所起之成相自然灭而不生。能起以及所起之根成诸妄。 即皆消亡。此时若不现正真如实性，更何待乎？所以在座诸位啊，要取证，不生不灭如来藏性，并不困难。但以能源的四心分别执着彻底放下，以所缘的相了之如幻，空无所有。诸位能所一防。真如自信自然就显现。啊，也是在当下，也是在当下。 四心当体即空，就是四性，它是不二的。所以你不必跑，不必追，不必寻，就在当下，啊！一零六七，解结一次地解后得人空以及无生等经文。阿难，阿难，我今问汝：此结波罗经六结现前，同时解迎得同出否？ 不也，世尊，世劫本以次第晚生，今日当须次第而解。六界同体，解不同时，则解解时，云何同处？回言：六根解除亦复如是。此根出解，先得人空，空性圆明，成法解脱，解脱法已，具空不生，是名菩萨从三摩地得无生能。 注意，这个无生忍是最重要的功夫。这个无生忍就是所有的法都了解了解无生，同时没有能忍，所忍叫做无生忍，已经完全除去能所心，二六十中都在三昧当中。所以，这个无生忍就是佛成佛的功夫。他的人路不是说我要硬忍。 他是人，他的人路是以空相应的，以毕竟空相应的，才能够达到无声法人呢、啊嗯。所以在座诸位啊，有人常,常讲说：“师傅啊，我怎么知道我修行有所成就？”很简单，用这个无声人印证，看看你自己的功夫，你的你的碰到。 顺境，瞬间人家赞叹你的时候，你会不会一直心花怒放，忘记了自我？碰到兄弟姐妹为了财产分的时候，你有没有怒目相视、恶言相向？你忍得住吗？或者是你碰到无理取闹的那些陌生人，孰可忍，孰不可忍呢、啊？啊，对不对？注释：六节现前，同时戒缘得同出否？六节现前及现前的六节 一零六八，阳就是禅就是解，这现今的六个结，如果同时去把它们解开，能不能在同一时间内都解除呢？六节同时啊，解不同时。同体就指同一个晶体，这六个结，虽同是一个晶体，但并不是认，但并不是在同一个时间内结成的。此根初解，先得人空，初就是第一步，第一层次。 解脱有许多个层次，此是第一个层次的解脱。先得先证人空，表示啊，我们这个四大本空，无因无我啦，也就是人无我。这是小圣所证的空性圆明，成法解脱，一切法不住找，叫做成法解脱。空性圆明就表示完全放下根尘世一十八界所有的万法，通通放下。这空性圆明啊，啊一圆明就是不缺陷呐、啊。 哎，不会着此啊，执笔啊，不会执，呃、哎，这个这个执此执笔啊，着，呃，着此执笔啊，都不会。所以空性圆名啊，陈法解的这正得人空之后，若上上增进之悟知人空之空性本自圆名无空相可得，即正得法空，也就是法无我，而成就法解脱。法解脱就是以法得解脱。 此所谓的法者，一切法，指世间、出世间一切法，十法界凡圣染尽一切法。此为菩萨所证以及所行之境界，菩萨所得法解脱于，也就是一切法而得自在，故得骗法界虚空界，有主佛度，度脱众生，成就圣难思有不可思议之事，解脱法已，虚空不生。 具空指人空以及法空之二空，这又是更高一层层次的证悟。菩萨在得到法的解脱，证得法空之后，又更进一步，证得人空与法空，啊，二者继续无有自性，本不生，也就是所谓二空不生了、啊。二空一空，这也就是《大般若经》所说的第一空，或者是第一地大空。 第一，滴大空就是绝对空。所以简单讲，没有一种事情，没有一法，没有一知，没有一件不放下，这个就是佛。没有一项不放下，没有一知不放下，没有一件不放下，没有一法不放下，通通放下，这个放下知见法相通通放，这个就是佛。 佛法很简单，着就是众生，不着就是圣，就这么简单，立竿见影啊！从三摩地得无生人，三摩地正定、定慧等持，意为三昧。这里啊，特别是指守论言三昧，人就是安忍，忍可，持心不动。无生忍，也就是菩萨于三摩地中啊，观一切法本不生，而忍可一心。 并以此忍智持心而不动，称为无生法忍。因为虽然菩萨以定慧力照料了知一切法本不生，然诸法也常随种种因缘而如幻现起一切相，犹如空花水月。菩萨智住三摩地中，观了一切空花水月之相，虽有众相而无实性。 虽然无实体性，而仍随缘而现种种相，如幻如化，皆不可得。菩萨以善生智，如是如实观了，得成一人心不动摇，此境界称为无神法忍。当你了解这个万法如梦如幻，你就不会一直在这个身体做文章，哎，你就不会啊！以心呢、啊，最最重要，所以美德比美貌更迷人。 智慧比刀剑更有力，啊！又为何此无生法忍定要从三摩地得呢？因为无生法忍是诸佛菩萨所证最殊胜的无肉智之一，是以定心相应，以守论言三摩地相应之法，凡非凡欲啊，居善乱境，得亏其奥，以非二圣成功自极之之所能入。 故唯能得从以如来藏为根本的所论言三昧中得，翻过来 70, 一零七零一冠。阿难，我今问汝：此皆不如天所奉之经，今有六劫。现在啊，现在目前，若欲同时解除其盈禅之劫，可得同时都除其佛不也是？世尊，是诸结本来啊，是以次第往昔而生。 今日若要解除之，当仍须依次第而解。六个结虽是同一晶体所成，但其迎结并不在同一时间。是则，亦令解结除时，云何可以以同一时间而得尽除？佛言：众生修行，亦令其六根之结解,解除，亦复如是，须依次第而行。 此六根最初解脱时的境界为先正的人空，此此为二圣啊正二圣所正境界。其次，若得上上真进呢，即正悟此人空之空性本质原名，因而远离诸相，亦无人空之相可得，于是即正法空而成就于法的解脱。复次，得解脱于法以。 在上上增进，如实照见人空与法空,恶空、二空本身也是寂空无自性。其体本不生，此名为菩萨从首楞严三摩地中而证得无身法人啊，作为我们第十套到这个一个段落，那么我们休息二十分，啊，不能走，我们一定要师是还会下来啊，一起送这个楞严咒、十小咒。 啊，为什么呢？啊，因为我们修行楞严的人就是要实修啊，实修。我们很久都没有送了，很久都没有送了啊。所以在这诸位啊，啊，不管你有什么重要事，通通放下，也不准走啊。走了的人，下次不要给他听。来了蒙个铁蒙个关开，啊，铁蒙个关开。听楞严经，就是领导黑小子，你嘛袂使走。这楞严，所楞严大定啊，啊，孙悟到了黑小子。 那些事是消防队的代志，跟你有什么关系？你生气我敢袂抓罪？我嘛是乌鸦，你安尼喝过节？哎 <laughs>，对不哦，哎，这是我们呢啊,啊，请合掌啊，可能要回向一下。愿以此功德，消灾在座诸位法师，消灾在座诸位护法居士大德。 回向本讲堂，消灾点灯及亡灵啊，牌位一切亡灵；回向文殊讲堂分院南头养德禅寺，那过他一切亡灵；回向文殊讲堂分院花莲佛心寺，那过他一切亡灵。一起念。 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愿生西方净土中，上品莲花为父母。好，下课啊。 欲令阵法重现，当推《首楞严大经》。若欲忏悔灭罪，或欲行出世善法，立大功德，欢迎随喜唱录《大佛顶首楞严经》VCD、DVD。法师需及时，良机不可失。 若欲发心者，请亲驾高雄文书讲堂，或以画拨方式注明注入《楞严经》光碟。邮局画拨账号：51, 零四七八九八五一，户名：林一千，慧律法师俗名。人生难得今已得。 佛法难闻，今已闻，让佛法注释普利有情，是每一位佛弟子的责任。希望大家发心，成为法的传递者和播种者，将手中的法宝一化为十，十化为百，让千千万万的众生都能步上成佛觉悟之道。 高雄文书讲堂。